站住！娘娘凤驾在此，闲杂人等还不退避！你连仙籍都没有，不过是这天宫中最下等的存在。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诛仙台禁地，尔等何人？什么都没做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没有推他。他跟我说，天君要册立他为太子妃，然后他便拉着我的手跳下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素锦的眼睛怎么受伤了？夜华，你不要怪素素，想必他也不是故意推我的。我没有推他，夜华。太子殿下，诛仙台上只有素锦天妃和那个凡人。我真的没有推他，相信我。只相信我看到的。我没有推他，夜华，将素素带回去，没有我的旨意，不得随意走动。遵命。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推他。不必说了，我只知道素锦失去了双眼。现在只能想想如何保住素素的性命。发生了何事？天妃怎么会伤到双眼？只是我与素素有些争执，我想她也是无心推我下诛仙台的。素锦丫头可是忠良之后，一定不能轻饶了那个凡人。哦，那你说说天妃的眼睛是怎么伤的？当时只有素素、天妃二人在场，此事不是素素做的，又能是谁？夜华，那素素是你的人，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素素此举，的确是罪无可恕。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，再加三年利息，不知可让天妃还有众卿家满意。
反女素素，谋害天妃，罪不可恕。命夜华行刑，弯曲双眼。从今以后，我便是你的眼睛。我能如何？如果要我为素素开脱，更会让天君以包庇他为理由，治他死罪。所以不能让他知道他的双眼赔给了素锦。这一段时间就麻烦你照看素素了。自然不会亏待你，你可进入天族一处历练之地修行。你且安心在这里休息，还要过几个月素素才会把孩子生下来。
不是很好。自从生下阿离，他就总是一个人闷闷不乐。哎呀，素素娘娘又在说胡话了，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。素素娘娘一直想不通，为何夜华殿下会那样待她。夜华，他是相信我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素素，你的伤养得如何？还疼吗？素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的眼睛没了不说，还害我也没了眼睛。我现在已经能看见了，我今日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你用的是我的眼睛。难道夜华没告诉你，挖你的眼睛就是为了给我用？你说素锦说的可是实情？我只是一个路人，迷迷糊糊被牵扯进来，反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素锦他故意将这些交给素素。太子殿下，小殿下突然啼哭起来，乐虚娘娘叫您过去一下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只是分尸乏术，还得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素素。要自己出去走走，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，穿衣铜镜也联络不上。我苦苦劝说，可是素素娘娘只让我照顾好阿离便走了。我用穿衣铜镜一直联络不上素素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夜华，我要走了，你不要找我，我一个人会过得很好。素素，告诉我你在哪里。我在诛仙台，素锦告诉我，从这里跳下去便能回到我该回的地方。素素，不要，你要等着我。夜华，你放过我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永不相欠了。
我要走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。素素，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？我们从此两不相欠。孽缘啊，殿下为了那凡人竟然跳下诛仙台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该上禀天君阻止这段孽缘。